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秋啊。是不是发现本期的视频有点不对劲？那就对了，从本期开始呢，小秋正式进入王者水视频了，是不是很惊喜？是不是很意外？那么第五人格还更不更呢？一个字，更。第五人格还是会保证每天更新的，但是现在开始可能只有一到三期的视频而已。好了，先说那么多吧。来看一下前几天官方新曝光的全新模式觉醒。说实话，小秋也是一个黄金段位的人了，也是一个忠实的老玩家呀。可就是没想到这王者变得连小秋都快不认得了，这么变态的觉醒系统这么好玩，怎么能不回归一波呢？体验服账号小秋当然没有了，所以就给大家看一下官方那边的贴图。第一个，法可波罗三连发，以前的单发子弹变成了三排，看来伤害是要加三倍了。第二个，猴子的万棒七发，以后猴子再也不用贴身开大了，想跑没门。第三个，钟馗40米超长钩子，在我钩子范围之内没人能跑得掉。第四个，飞天遁地上官婉儿，以后再也不用打人也可以直接飞天，看你还敢不敢转。第五个，力大无穷之宫本武藏，现在的我可以直接把你举高高，要一起来玩吗？第六个，随心所欲之王忠，你以为离开攻击范围之外我就打不到你了吗？天真。第七个，乘风破浪之孙策，听说一艘船你老是能躲开，三艘的话你还行吗？第八个，绝对领域之白起，是的，在我的领域范围之内没人敢侵袭。以上是官方曝光的八个觉醒英雄的技能，据小秋所知，目前已经觉醒的角色不止这八个哦，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期待一波，因为小秋也非常的期待觉醒系统的上线。好了，本期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